哎呦我去，你真成了。发信息不贵，不贵给打的，这回打的发的。嗯，我们下午，哎呀，下午孩子不送了。中午啊，这个三十年级的手机啊，四点半之前来了的话。高斯手机，耽误工作了。哎，还没给我通知，有了我再跟你说呗。嗯，好。怎么着都行，到时候再说吧。你别忙了，听没有？好。先累这边吧。行。不赚了哦。就累了我咱一次一次行了。行吧。这也只能说这样让他拐了。哎，那边还有那个小的。我看见那一块了。要吗？啊？要吗？我对了就行。还不得这砖弄。看看啊。弄错了。咋个了？这样的。那你这个用的呢？啊？哦。是吧？哎，你那头得翻了的。什么？这个就是对折的。啊，这样行。见的啊，行，嗯，就这样啊，找根棍插进去完事儿再去。等会儿啊，啊，咱手机做不清楚，怎么说吧，咱们说今天你不是我。他本身这个东西，你放那边，我你，他本身这个东西。肯定是已经固定好了，打地基时候出来的东西。你放放这儿了？你用不着，就这一根棍儿。
或者视频限量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还得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你我再重新填一次妥是吧？对，慢点。哦，我再慢点。行。那没事。我一洗一下。啊，先裤子勒这一下，裤子勒这我是。意思要插进去完事儿，再弄，有点土。不用我，他自己有手吧。我去，去呗。没事，去来来。可以啊，行吗？你不用找人，我找你，我找他来。来，长得可帅了。来吧。然后我自己弄。OK， 行。哎呀，这些就有点多了。这是烧的上面。啊？这是烧的。烧的上面。没有了。一看就知道我不是专业的那个。抱一块砖过来，拆了它。这地方这么实。哎，停！把这砖拿下来，先搁一边。好的。这个背的东西吧，背的也比背的轻，背的。